我去做啊，很完善的。应该是哦。好。放松，睡觉。宝贝，你在哪？对，对，屁股要口令啊！啊，干嘛打我？哎，说你屁股要口令啊！我要打。我去烧东东了。有九个铁锭。我帮你做装备哦。哦，我会放在你的箱子里，还没做。你要什么？不要。啊？不要。都不要。我随便聊，我随便帮你做哦。哦。我还没做好。先做一顶头盔，还好不好？头盔在我身上，然后再做鞋子、副腿。箱子里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家，新家只没有屋顶。妹妹，那个好像都在一天就到齐了。我去玩矿。宝贝，你在老家吗？嗯。你在做什么？兼职啊。拜拜。拜。阿咪，拜拜。在后面，宝贝，你拿十架铁剑，搞，宝贝，十件，帅气的铁剑，宝贝，拿过来，我拿给你。
我只有一个。只有一个。我回家再拿就好了。什么声音？有地道的声音，附近有洞穴的声音。我听到被炸的声音耶。对啊，被炸了。我上去了。有弓箭手。还有在天上。那里有楼梯。嗯，就下来的。楼梯呢？我在我身上，因为那时候我跑上去了。啊，又掉下来。我在乱跑。什么学？我在乱跑。哦。跑到迷路，我看到火把就是在那里，看到你了。我要生气。我要上去。啊，不是，我的火把那里就是入口啊，入口啊。这里啊。很多火把那里。很多火笔。那墙壁上有很多火把那里。这里。哎。我要盖好了。前面好亮，还有僵尸森林。为什么家里有两个熔炉？我的啊。你干嘛做两个？哦，铁锭。一个做铁的，一个做黄金的。我把它弄颠倒，哈哈。我在帮你做那个装备哦。哦。
讯比较好。在你的箱子里。洞窟好小一个。等一下再吃哦。回家喽。你在哪？地底下。我刚好在路口。你在更下面呢、哦？看到你了，嗨！你的装备在家里，但是是现在是晚上。哦，我这边都要光了。你在吃什么？腐肉啊，都是饿了。我更饿、哦，我三格了，都没有食物吃。还在玩？怎么分镜呢？分镜这边就不要再来了。这里还没干净。在哪？在你下面。你还在挖？对啊，这里好多煤矿啊，先把它挖干净了。